者自韩台北报道。27岁遥遥多书友去年5月爱了小2岁的男友金瑶，结束4年恋情，11月又被抓包和 Spec Bill 前成员小他6岁的李伦在首尔街头之交，他当时已恋人未满又待以上婚姻，不过恋情一次见光死。对于他新对象越吃越嫩，命理名师踩上机建议瑶瑶的婚姻若要幸福应找个年纪比他大的人。瑶瑶的一位夫妻公厨有颗痣，近来推出新书踩上机2018大开运，男生蹦出恋情也很难修成正果，如果冲动结婚可能会有婚恋危机。命理师踩上机指出，郭书瑶今年桃花运大开，翻摄自脸书，踩上机建议瑶瑶找年纪比她的对象，踩上机提供